上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进去有个中二病在等我。是你妈中二病，这是教堂哎、欸。教宗沙利万拿着火箭，身上还闪着紫光的家伙，然后他就把我打死。我觉得我有预感，这个沙利万会让我打很久，因为这种人心冲过来的是我最害怕的。就像之前那个，那叫什么？深渊监视者。我做火焰弹。等一下就来试试看怎么笑。为什么他是中二的家伙？他感觉一句话也没有讲了。那就是中二，那同人怎么办？会不会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没有得这个病。哎。多打几次就熟了，就可以聊天。那我想，我应该会跟这个沙利玩非常的熟。还有他前面那位守门人。啊！怎么连狗？啊！光是要闯过去就有难度了。冲向他会比较有机会呢。来了，恭喜机会，两颗。
比后宫佳丽三千还少。他要是真的有后宫佳丽三千，还得了？哎，这 L 里面有没有三千个女生都不知道了。惊吓我！闪避时机好像有用，然后第二阶段太惊人了。分身我需要打两下，它还会飞起来。居然会分身，的确会分身，看起来蛮讨厌的。不过，因为我现在有火球弹。在它是有一点点范围攻击效果的，它分身的那一段时间反而它不太动了，而且分身刚刚看起来在它隔壁，如果等一下都是这个模式的话，这个分身反而是我白轰它两三下的机会。分散的时候我要喝水，我上次有听说一个讯息是这边有人有 NPC 可以帮忙，如果是这样我就必须先解决掉这个。
全有进入。哎、欸，啊，这边啦，这边我还没有开到，我就想说，我觉得我还没，我觉得我还没有开干净，那为什么我已经打完了？那我就是这边给他漏了，这样就不用每次都下去了，方便多了。我看看哦，这边应该是。对嘛，教堂出来，然后走这里。这里还有个东西可以捡，渔火。前有戒指，反正前面需看仔细。这应该是上次我跳不上去那个塔吧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东西。没有，好，那我下去，然后再去做一次萤火。太阳掌门戒指。提升奇迹威力哦。嗯，可是我没有在使用奇迹耶。好，没关系。这样就更近了。看他们会追上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好麻烦哦！门禁归禁，哦。我要招人的话，我就得打掉他们。作为招人的一点代价嘛，没有办法说不打。还有没有啊？想太美了，一群人围殴他。好啦，走啦走啦。起来没啊？
呢。造人就是比较简单啊。金钱刺激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治疗师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